新人我可以站在这里，我感到了非常的开心，当然了也有一点紧张。然后我觉得这个奖对我来说是一份责任，我觉得作为一个少女偶像，我希望我可以传递更多的正能量与积极向上的态度给大家。接下来的路也会非常的任重而道远，但是我会继续努力给大家呈现更多优秀有影响力有正能量的作品回馈给大家，希望大家可以期待，然后支持我，我一定会努力的，谢谢。